周天非以气作主，以心道为妙诀。若毕竟如何周天，是助长也。无心而守，无意而行，仰观乎天，365度，刻刻变迁，而斗柄终古不动。无心亦犹是也。心即玄机，气即重心，无身之气，四肢百体，原是贯通，不要十分着力，于此锻炼食神，断除妄见，然后要生，要非有形之物，此性光也，而即先天之真气，然必于大定后方见，并无才法，言才者大谬矣。见之既久，心地光明，自然心空漏尽，解脱尘海。若今日龙虎，明日水火，终成妄想，无息。受火龙真人口诀如是，不知丹书所说更何如也。一日有一周天，一刻有一周天，坎离交处，便是一周。我之交，即天之回转也。未能当下修歇，所以有交之时，即有不交之时，然天之回旋也，未尝少息。果能阴阳交泰，大地阳和，我之中宫正位，万物一时畅遂，即丹经沐浴法也。非大周天而合，此中火候时时有大小不同，究竟无大小可别，道德功夫自然。不知坎离为何物，天地为何等，孰为交，孰为一周两周，何处觅大小之别耶？总之一身玄运，虽见得极大一小，若一回旋，天地万物悉与之回旋，即在方寸处，亦为极大。金丹火候，要归自然，不自然，天地自还天地，万物各归万物，欲强之始和，终不能和。即如天时抗旱，阴阳不和，乾坤未尝一日不周，然中见得有多少不自然处，我能转运阴阳，调适自然，一时云蒸雨降，草木酣适，山河流畅，纵有乖戾，一绝顿世，此即大周天也。问火子时奇妙，必认定正子时思柱相，不着相不指明正子时，从何时火子时，即时得火子时，确然又有一正子时，是二是一，非正非火，总要人看得真，一真则无不正，无不火矣。见得不真，何者为正，何者为活耶？即如活子时，是人所时时见得的，毕竟到正子时，志气清明，活子时欲觉发现，人未识得活的明了，只向正的时候验取，则正者现前，活者无不神妙矣。